这位同学问的，他第一个问题是，他夙愿以佛教形式主持家亲的葬礼，他希望师父能提供约30分钟的开示，附英文字幕的 VCD， 供同修在葬礼中使用，广结佛缘，并以此功德回向亡者。这个事情呢，我们佛门里头有一个小册子，这个小册子叫彻宗须知，用白话文写的不难懂，那么过去韩馆长往生的时候，我们印了很多，我把这个题目改了一下，改作如何往生不退成佛，好像我们也有简略的这个开示，去找找看。应该可以能找得到，做参考就好。